我是没有当过兵。为什么？他当官。我这好讲吧？没有没有，我逃避兵役，把减肥减下来的。啊！现在小朋友都四个月而已，那个可能是没当兵。对，我看这些当四个月的人，他就是夏令营啊。现在有的不一样啦、啊，当四个月怎么到当兵？根本就不要当啦、啊。我想请教一下，你有当过兵吗？我免疫，我不能当。为什么免疫？就是心脏有问题，心率不整。原本想说，可以当个兵，跟朋友一起去当兵，结果直接被免疫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就如果可以当兵的话，你会选择想要当一般正常的兵吗？会啊，会啊，会想当，想体验看看啊。就是听说好像在里面生活蛮不一样啊，四个月而已，但是对，是蛮不一样的四个月。他就是夏令营啊，现在还念研究所。研究所是因为要进修吗？对对对，所以我还没当兵，我大学就直接读研究所。所以当初在念大学的时候是百计划要研究所，还是读研究所是为了要那个躲避？是那个为了进修兵役。我看你的表情，不对。至少都要面对啊，可能当下有想要小逃一下。看完其他当兵的同学，觉得好像多读两年好像比较好一点。为什么他们有跟你说他们在里面干嘛？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，例如减肥照之类的。所以你朋友有减肥照过？有减啊，可是应该没事。然后听说军营超多鬼故事，因为好像很多人在军营就是想不开，所以你很担心？我超担心，我很怕，可是我没有想过我可能会看到。我想要主持，我不要再问。我有点想求你，剩下几年就毕业了，表定是一年了。有没有想要就是让他再延迟？其实还好，可是如果能尽量冬天去当，尽量冬天去当。为什么？因为冬天就夏天不是很热吗？又在躲了，对。我们会面对，我们只是换个方式面对而已。你有没有听过身边朋友他们在当兵的这个过程当中，里面是在干嘛？里面干嘛？吃披萨、喝蒸奶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那么好，我想说，这样子每天你不用干嘛，跑个步可以吃点东西，进食一下还不错。所以刚刚那个确定是可以讲出来的。国防部应该不会查我家水表吧？可以讲吗？我不能讲，可以吗？我不知道。好，不然就卡一下卡一下。早上起来跑步吧，跑完步就坐了等吃午餐，午餐又吃披萨这样。那你当这个替代役啊，不是这种一般正常的这个兵啊，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自己不是男人的感觉？我是觉得不会，因为其实替代役其实有分比较闲的，也有比较忙的。我当时是在老人安养中心，所以我就是要负责照顾长辈，或是他们的行政事务都要处理。长辈去看诊，我当时是学设计的，也要帮他们做一些文宣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没有特别轻松。那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个真人扫戏的那个姿势吗？记得吧，应该差不多吧。动作可以是标准？不敢这样讲。那你可以帮我们那个示范一下吗？示范哦，地震就这样子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地震。下面我转。向后转，哇，这个晃到有点忘记了。